声心想，再睡一分钟吧，就睡一分钟，不会迟到的。过了一分钟，圆圆起来了，他等了，他很快的洗了脸，吃了早点，就睡，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。过了，到了学校的口，他看见前面是绿灯，刚想走过去。红灯亮了，他叹了口气说，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。他等了一会儿才走过十字路口，他向停在车上的公共汽车跑去，眼看就要到了，车子快的，他又叹了口气说，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。他等啊等，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，圆圆决定走到学校去。到了学校，已经上课了，圆圆红着脸低着头，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，李老师看了看手表，说：“圆圆，今天你迟到了20分钟。”圆圆挥手告别。